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又以这样的方式来出行了。这次静下心来想了一下，还是去四川。说到四川，可能很多朋友会说，前段时间不是刚去四川吗？没待几天又回来了。这一次呢，怎么又要去四川呢？因为之前二是去四川的时候是去找个朋友耍，待了十几天，也刚好想到学习了一下服装这一块，后面有更好的打算就回来了。回来之后去上海找了一份工作，觉得不太适合，干了三天就回来了。可能我给别人的印象就是一天东跑西跑，不干点正经事情。其实我比大家都想要工作，我不工作我就没得饭吃，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一天在那儿跑那儿跑事情不做。其实我到处跑也是想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，也想了这十几天，也跟我朋友沟通了，这次去四川打算跟到他一起干服装，一起合伙干这个事情。衣服就差不多了。拉头被子前面的都是美，装进我的箱子哎。这个箱子跟到我第四天一个，这上面白色就是黑色了。建议大家买箱子，一点不要买白色，这个白色真的不洗，我用刷子都刷不干净。最后一把，涂上我最喜欢的口红颜色。这个颜色对于我来说特别好看，又是很容易掉色，不吃东西你嘴巴也抿一下就掉了。一个简单的妆容就这么大功告成了。时间还来得及，吃完面了再走。一个字香，两个字真香。吃完饭女孩子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哭哭。到地方了，给你们看美女。美女，这么多天没见，想不想我？想你了。下班了，吃饭去了。吃饭去了。你看我怎么那么生气啊？